于生命财，行谈事学，心无间隙。啊，修行，我们都有身体、生命、财物，能不施，能施。啊，一丝毫悭贪的心都没有。啊，间隙就是吝啬，自己有舍不得给别人。啊，贪是贪而无厌，啊，越多越想越多，累积无量无边罪业。啊，贪的果报是鬼道。啊，这个心重，将来堕恶鬼；嗔恨心重，地狱道。愚痴心重，愚痴是离世因果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能理解，啊，认为这是假的，愚痴堕畜生道啊，三种都干了，肯定是地狱道，无间地狱。现在这个世间众生造无间地狱的太多了，大家不相信啊，说因果轮回，这是骗人的，这是宗教人士欺骗人民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他们敢作敢为，啊，可是你要是冷静细心去观察，果报就在眼前，会被你看到。那些造作一切不善的人，果报现前，死于非命啊，或者是家破人亡啊，他们真看到了，看到相信了，看到了害怕了，于是乎他回头，他的善缘成熟了，回过头来有救。要是遇到净宗，回过头来不但有救，他还能成佛成菩萨，得大利益了。啊，有亲身经历的同学，我希望他们有机缘能在此地给诸位现身说法，啊，给经教做证传，他们来给你做证明，证明经上讲的是正确的。啊，所以修布施不要吝惜。我们到这个世间来，没有带一分钱来啊，走了以后啊，一分钱带不去啊。啊，财物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
如果对于财物起生贪念心，不能放下，你这一生也没做什么大物，来生还在这个地方，不肯离开呀。这是他自己的产业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房子里头有蚂蚁，有蟑螂，有这些小动物，老鼠，他就投胎了。他对他贪念呢，要放下。决定不要占有它。经书佛像多如是。